哇，唔知系咪红马啊？李老板游水喎，游过解放桥嗰边，咩虾条粉肠？苦苦坚持，竟已没意思，为何竟可以？游过马决定谁，才应该上街翻工兼去食肆。当你绿码要禁定时，手机数码没电视，乘地铁或乘公交到听日市，本放假时本空话我知，逃离不可以，唯一圈水马隔住岗位时，原来就算放过我不过暂时，红马每隔两日都改变位置，一变四四变十二，来到这礼拜更加讽刺，何以我信了你讲十六号方日随便发布个信息，加多两个礼拜监禁，偶尔我亦与我是别人，能转个绿码让你再变慢，我以前在海珠 free 到爆，日日落爱群，如今庆幸有快餐，食外卖亦好鬼兴奋，说到疫情他生我又生，封到个个得返两万，穷到大交分，我日日咪对住啲病人就我呢个宿舍度，我根本同坐监冇分别。咁你而家系咪觉得外面嗰啲人生活得好好啊？成个广州啊，冇几多个人有你咁安全，生活得咁幸福噶？知足啊，得唔得？想起当时经济未跌穿，个时都可以，成街执笠惯铺事已至此，银行话我欠了账超细限时，房贷佢每个月都催我十次，股票也套到实，迟早都跌到永不超生，何以我信了你讲十六号方日随便发布个信息，加多两个礼拜监禁，偶尔我亦与我是别人，能转个绿码让你再变慢，我以前在海珠 free 到爆，日日落爱群，如今庆幸有快餐，食外卖亦好鬼兴奋，说到疫情他生我又生，封到个个得返两万，穷到大交份，不想再聚集那么近，队伍排了几公里。喂，各位啊，你做咗核酸未啊？你今日未做核酸噃？你快过两层啦，你行咗啲核酸先，你唔好行，我一定问你核何以我信了你讲十六号方日随便发布个信息，加多两个礼拜监禁，偶尔我亦与我是别人，能转个绿码让你再变慢，过马红到荔湾，一刹那又再白云，情愿我半秒到家走地静默，深深不分，这隔睡床他分我有分，当你碰上这样防疫，谁个亦会问，是啊，谁个不知道现在我们过得都挺鬼人知啊。